我路上。是你一直靠近我，你不要一直靠近嘛！来，你这个无理取闹，你的举例的，我并不态度啊，是我的事，是可以劝离，劝离苦民所苦。违停纠纷，几名大爆冲突，只见远景不断用身体靠近民众，火爆场面一触即发。先跟我讲，你是谁？我是市民，我老百姓，会怎样？你要打我吗？我们要制服脱掉嘛，制服脱掉，我跟你嘛。啊，如果真的脱掉了，脱掉我跟你啊，来啊，来一场啊！怒呛远景输赢定勾机，几名当街互杠，连一旁民众都看不下去，态度不好。态度，我们服务业，我态度要好干嘛啦？你们是服务老百姓的呢，你凶什么啦？你可以劝你啦。啊，你凶什么凶？你再大声一点。我有你刚大声吗？二号下午，这名廖姓骑士拿气喘药给侄女，违停在北市晋江街遭开单，出来移车，又发现远景上前取缔下货的货运司机，他上前为问长大抱不平，却怒控警察态度又够差。这一直过啊，我直说一推啊，本来就是挑衅嘛，激起对方攻击他，来打他，再来把他抓去。他替我讲话，那个警察的口气态度很差。骑士父亲是退休的警大擒拿术老师，直呼看不下去年轻远景对百姓的态度，虽然现场的确巷道狭窄，但违停他们坦诚不对，只希望警察口气不要架你派。该项违规哦，并非所规范的可劝导项目。本案执行远景立场严正啊，态度坚定。警方经过检视，力挺同仁执法，只是违停开单本没错，口气态度该怎么拿捏，恐怕还是考验警方智慧。记者李晴、黄玉兰台北报道。